在现代社会来讲，这个自杀率好像是越来越高。在您看来，这个自杀真的能成为一种解脱痛苦的一个方法吗？从国防的角度来讲，你每一天都是你的精神从这里调下去啊，你每天一天都要调下去，有这个痛苦的人，所以这是就是说，不断是解脱的一个问题，还要增加自己的业力，增加自己的痛苦，所以这是非常无聊，哎呀，根本就没有智慧的人的一种做法，啊，根本不会就是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啊，也就是要不会尊重自己的这种智慧，所以很多人就是自己痛苦都是，我觉得是没有智慧的问题，就是这个智慧是要靠别人的这个宗教的力量、信仰的力量来要成长自己生命中的这个智慧，成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它不会出现这些问题。然后我们在这个藏地啊，或者是信仰佛教的人，我在30多年，一个信仰佛教的人，我没有听过说自杀了，因为他的条件有高低啊，贫穷富贵都有，但是他的精神当中有一个依靠依赖，知道吗？他不会自杀跳楼，因为他有起码有一些就是政治正义，他懂这些道理，人间的痛苦的发生是为什么？不是一个人身上发生，整个世界都是在无常变化当中，所以他知道这个佛所讲的无常变化的道理以后，他精神当中他就放下了很多的这些东西，也他就是心里就不会有压力，这种的金融的痛苦的自杀的问题都没有。这也是我觉得是信仰很重要的，信仰也很重要。 那您刚才提到了很多，就是说到这个佛的智慧，那么佛的智慧和人的聪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相差很大的。你看我们人的聪明是什么？聪明是事情是办得很好的，但是可惜啊，他就是说这个聪明给他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和压力和寂寞和自杀，都是人的这个聪明人都会发生这些问题。但是有了智慧的人呢，他精神当中不会发生这种自杀呀、寂寞呀、孤独，不会出现这些问题，因为是他有这个智慧的能力，他有智慧的能力，他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判断思维，来可以化解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智慧呢，他第二个还不会执着那些，就是说轮回的那些，不断在轮回也好，这个世界啊，或者很多东西，他不会那么就是执着，不执着，他心里没有那么大的痛，所以他就会还会放得下，但是还会利用这个世界来可以就是说帮助众生。所以呢，这个聪明是世间事办得很好，但是呢，他会这个困弱在这个世间的东西里面，像锁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库在这个地方，他没办法打开。因为是我爱上一个人啊，哎呀，我这个就是我整个我这个学习呀、或者是这个感情的原因，所以呢，我就学习啊、修行啊，统统就扔掉了，就那我就追求一个无聊的思想。哎，我的人生全部都是没有啊，就我就想这一个东西，这就是聪明啊，他能考得到的，他能追求到，但是呢，结果是痛苦的。但是呢，智慧的人呢，他不会这样去做的，他考虑的很广，他考虑到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众生、每一个地球，整个地球都会考虑到，哎呀，我的痛苦和每一个众生痛苦都是一样，我本来众生很痛苦，我不能再跟他增加痛苦了。本来他就生命中有那些感情执着的这种聪明所做的这种，自己觉得这很了不起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聪明啊。说哎呀，有时候做生意做得很好啊，事业很发展很好，家庭也看起来很好，但是他心里的这种痛苦离开不了，这就是缺少了这种佛和菩萨的智慧。菩萨呢，他会爱众生，但是他不会自作，就是说我的家我的亲人没有这样大平等的状态来，利益众生，无边。这就是菩萨的智慧。这就是佛的这个觉悟是什么？他的觉悟是超越我们的意识，懂不懂啊？超越我们的意识。而这种超越意识能力，必须要通过实修的方法来实现。这个实修的方法呢，我们要培养超越意识的这种大智慧的力量。这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意识所看到的一种这种境界。你看，我们人意识能看到什么？就是这个世界。佛的这个觉悟的力量，这个意识里面，意识叫人性，知道吧？人性加佛性是什么？
佛性的这个如来藏的觉悟的力量加上了人的意识当中，这个意识有时变成了这种大智慧，那个力量非常强大，它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莲花，你死了以后你莲花去哪里，投胎转到哪里，我都看得清清楚，跟着你的莲花转。所以呢，这些佛菩萨度众生有力量，他可以一个众生投胎转到哪里，来世都可以给你写得清清楚楚，你来世去哪里都他会给你写得清清楚楚。然后你是变成牛还是狗啊，或者是鸡啊鱼啊神啊天人啊，他都能可以看到你。这就是佛的觉悟，佛的觉悟的力量。这个觉悟的力量是通过实修，佛法里面有一个叫实修的方法来培养这个大的这种力量，需要很长时间的下功夫啊，这一定要身口意三门非常清净的一个状态。这是作为这个觉悟是什么，人的所有的整个人所有的智慧全部都培养的，这全部用上了自己，那个境界叫觉悟空性的境界，也就是佛的境界。刚才我跟你讲，他能我们看不到看到，佛2500年所将的每一个众生发生什么问题灾难什么，我佛写的清清楚楚。佛那时候没有科学呀，2500年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的清清楚楚，现在我们的业力和世界发生什么问题，佛经里面都讲了。那佛有这个觉悟的力量，超越我们科学和凡夫的这种意识，这个能力叫这个能力叫如来藏的功德。那您在您看来，这人间的爱心，比方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爱亲人啊，爱朋友啊，爱人啊，这种人间的这种爱心与佛说的这个慈悲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？这个区别很大的。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爱啊，佛的爱和我们的爱不一样啊。我们的爱是有固定的，我们的爱是有目标的，我们的爱是它有这个依靠和依赖的地方啊。我要放他，我要爱他，他给我汇报什么，他以后也会爱我啊，它有目标性，这是我们人类的爱。因为我要送给你东西啊，他要送我给你送东西，我有一个目标，下一次这个人会帮我啊，我就是爱他，我有一个未来有一个家庭，我要爱这个人，未来生孩子，他有目标性的，这是人类的爱。佛的爱，佛的慈悲是没有这种依赖什么，依靠什么，汇报什么，暴露什么都没有，他没有从来给我什么得到啊，他就是说报答我的恩德，他从来没有说像太阳一样的，太阳没有任何思想说我要爱一切，但是他就是一直找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佛的这种大悲的力量就是这样广大，没有这种自私的这种目标性，这就没有，所以这种想法很大的。Yeah.